吃的一半，现在我要吃刚我接个工人，我要穿鞋子，然后后天我呢港湾。那谁的玩具？那我就到到一个个玩具店，然后玩具店。是谁弄的 mess？ 是妹妹吗？这里那个，爸爸，你看这里脏球球的。嗯？ Where？ 刚刚那个。对啊，球断掉了。行。可是我很少玩这个的。这是妹妹拿回来给你，对不对？你会跟妹妹说谢谢。奶奶吗？妹妹。妹妹。妹妹，妹妹谢谢。妹妹刚刚那个 mess。嗯，你也是 old mess。